滴滴辣辣，就是头发 OK， 但是你再往下看衣服，我的妈呀！然后天哪，穿个拖鞋，比如啦，或者是穿得很 OK， 但是头发很油，就是或者是脸的妆好，他有戴假睫毛，他只有戴假睫毛，他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怎么搞的？我觉得老师们都太客气了，要是我只给三分。That's a score of 3 out of 10 for Singapore girls from renowned fashion show host Pauline Lan, better known as Lan Xin Mei from the popular Taiwan lifestyle program 女人我最大 or Lady First. And to add insult to injury, 两种，一种就像你一样，就是素颜，对不对？都不化妆。老师，我年轻。一种，对不对？一种，哎，不一样哦。一种，你看他们就知道了，就是太浓了。Too over, 你知道，就是太 over 了。If you think that was harsh, you won't be too happy with the less than generous ratings from these Singapore stylists either. 我是觉得新加坡女生是五五吧，可能在服装或者妆那边是五分，可是头发就没有分，或者头发有五分，然后她的妆、她的造型就没有分。是希望她们可以慢慢加成十分吧。啊，新加坡潮流一到十分呢是。讲出去会给人打的，对不对？那我跟你说，穿着是五分，可是自然美是十分。OK 啦，有六七分啦。Generally 有六七分，真的真的。然后打扮的话，也是大概那个样子吧。觉得新加坡女生呢，打扮方面应该是至少有六分。然后近几年来，我觉得越来越看到，可能是因为越来越多品牌。引进一些很比较时尚的品牌，然后我发现到女生越来越会打扮，然后我也发现到女生越来越会就是注重她的仪容，就是哇，你看到十个女生最少有五个会有 fake eyelashes， 就是假睫毛，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应该加分给她们，可能现在也是有六分的至少。 But not all is lost as Taiwanese stylist Xiao Kai offered some consolatory words. 我觉得每一个女生不管你长得什么样子，每天应该都给自己打十分满分的分数。对，我觉得要先对自己的外貌有信心，要喜欢自己，接纳自己，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样，只要收看女人我最大，我相信未来不仅只有一到十，甚至可以到满分到100，甚至更多的分数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Pauline and her team are in Singapore to film and promote the start of a new Singapore television series Lady First, based on the highly successful Taiwanese version of the show.She justifies why she gave Singapore girls such a low score. 这三分都是因为新加坡的男人啊！哎，男人们没有一个想让我们打扮的。哎呀，他打扮那么漂亮啊，结果我的男人，每一个都是这样。所以，我不能给高分的原因是啊，不然这个节目谁看啊？男人们也要看。女人们更要看好吗？谢谢。And it's not just the dressing. 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哦，比较特别热，然后室温温差落差很大，就是户外跟室内，所以很容易出油。新加坡的男生一大特色，每一个人都油头，有没有？然后脸都很油，所以呢，导致于你的眼镜呢，就像阿飞一样，就会一直滑下来。然后呢，这里就会有很多成年的粉刺。如果我有那样，我是他的女朋友，我一定很想把它挤出来。Okay, ladies. So while we can blame our fashion boo boos on the guys, we assure you that the next fashion faux pas is definitely all our own doing.